大家好，我是 Kenji， 有些学生会叫我教练或是凯旋老师。无论是身为父母的你，还是正在求学的孩子们，今天绝对不是和你说教，而是帮你解决问题。疫情来袭，每个行业都受到影响，唯有网际网络的力量是现时代不可或缺的，甚至有增无减。依目前状况，很多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网络。如果你还不愿意跟上这时代的脚步，你绝对很快被淘汰。到时候影响的不只是你一人，甚至你的下一代孩子。要成功就要有知识，要知识就要学习，而学习也有分快和慢。而我这里有个很好的方式，且达到很好的成效，你愿意理解吗？如今中小学教育也因疫情而被逼暂停，身为家长的你就得身兼多职，三头六臂处理一家大小的问题。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是懊恼，别怕，我来帮你。疫情之前，您有算过您家孩子的补习费多少吗？你买的课外练习簿又花了多少钱呢？一年至少有上千元吧。如今有个非常好的教育系统要分享于你。180跟着学校的课文走，从一年级到广泛的 syllabus， 与马来西亚教育部同时并行。中小学有高达500000道的习题，而且计时批改，丰富色彩的教材以及动画视频，一年免费多次更新，上线下线都可以使用，而且还有家长的 report card 来监督孩子们的作业。这时你一定会问我，这样好的系统一定很贵吧？只想告诉你，平除一天一个科目不到23，绝对不会带给您和孩子压力，分分钟还减轻您和孩子的负担，因为一年只需要388，绝对物超所值。想要免费体验 free trial， 欢迎您来找我。或是有兴趣了解更多，或想成为和我一样。都欢迎你们在 Facebook、Instagram、WeChat、WhatsApp 来找我哦。记得危机就是转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凯旋老师 Kenji。我们后会有期。